什么人？甘天池，你的死期已到，阎王爷在门口等着你呢。原来是魔君驾到，有失远迎。一直小心点。我怕。看样子你是来报当年一箭之仇的了。Thank you.
要哭，我去给你找东西吃啊。美珠，不要哭嘛，美珠。你们从哪儿来的？你们父母呢？美珠，不要哭啊，不要哭。家呢？在什么地方？到我家来吧，我收留你们。师父回来，我们就吃饭。师母，我不饿。美珠，你怎么又难过了？我没有。还说没有呢？我了解你的性情，你这是孝心。可是，你要知道，连你的师父对他还有顾忌。师父把你们带回家，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把你们当亲生子女看待，可是报仇是大事，那是急不来的。跟你正哥学学，来，师徒作恶多端，欺压百姓，今天我不杀你们，你们回去转告八面魔君，说有我徐某人在，你们休想纵横天下。走。
老贼，你怕了是不是？这次有你好看了。你这是自掘坟墓。徐光远，我早就想找个机会跟你较量一番。今天你杀了我的徒弟，你该怎么说？老夫是为了除暴安良。这么说，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了。既然你不想活了，我就成全你。比如，你太狂妄了。看剑！师父，破不了他这手毒招，你们叫人人到魔君府去找八面魔君。你一人去？嗯。你这不是去送死吗？我自有打算，你不要管。振哥，你疯了，连师父跟师兄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你去有什么用？你不要管我。我会回来的。你们不去替师父报仇？哼，我去。师父临终遗言叫我们忍耐，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可轻举妄动。我不是贪生怕死之人，既然师母准我们去报仇，你要去我就陪你去。大师兄，难道要我们青龙派绝后吗？我们唯有忍忍忍。Thank you.
跑快跑。小弟久仰魔君大名，特来投师的。投师？嗯。你懂不懂这儿的规矩啊？规矩？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甘镇。练过武功吗？懂得一点皮毛。嗯，很好。这儿的规矩，第一是银子，第二是胆子。你懂得我的意思吗？银子？好，我带来了。拜见师父。你就叫甘镇？小徒就是。师父是当今武林第一人，威震天下，能得师父指点，是甘镇毕生希望，愿粉身碎骨以谢师恩。嘴甜的人心里必有诈。爸爸，我看他怪不错的，你就收他当徒弟吧。有道理。好吧，谢师父。师父，你让我来试试他的功力。好。见面礼规矩。
担任。这是大师兄给你的警告，告诉你别打师弟月娇的主意。试探你的诚意，我可以受得了的。为了出人头地，我一定要好好的学习。家父学的。鬼话。是真的，我并没有骗你。那你父亲呢？去世了。我爸爸很喜欢你，说你进步得很快，有灵性，就是缺乏点狠劲儿。难道你希望我像你父亲那样的狠吗？刀剑无情，你不杀人就会被人杀。难道练武就是为了杀人吗？我不知道。你为什么叹气呀？我在想，如果有一天师父把全部绝招传授给你，你就会变成女魔王了。我要是女魔王啊，就先把你吃掉。啊？为什么？至少啊，你不会投到别人的怀抱里。这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想不到甘任这小子背着我们跑到魔君府去。大师兄，我敢保证他绝不会做出有辱师门的事。但愿如此。大师兄，你别护着他，听说八面魔君有个女儿长得很漂亮，说不定把他给迷住了。你胡说，他不会的，他绝不会的。你看，你就喜欢乱说话。Thank you.
我今天要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，我老了，我要把我一身的绝技一定要传授给我的徒弟，我这身的功夫从不传给外人，我只有这么一个掌上明珠，可惜她是个女人，不能够完全练得我这身的绝技，所以我要在你们当中挑一个女婿，立她为掌门人。我们优大之优，我们优大之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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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大之优。秦姐，秦姐，干战，你们知道我的用意，谁的武功强，谁就有资格做我的女婿。好，开始吧。终身大事，你说你喜欢谁啊？我谁也不喜欢啊。秦姐，你看你已经先输了一招了。干战，在我立你为掌门人，我把女儿许配给你。好，多谢师父提拔之恩。料理一点私事，你们再不走开可别怪我。哼，干震，你真是一条无耻的狗，你认贼作父，你不知耻，你敢骂人。嘿，哎嘿，月娇，哼，怎么你害怕了是不是？你就做八面魔君的金龟婿了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今天我要替师父消除师门的叛徒。你认识他吗？干震，你太卑鄙了！你怎么出口伤人？嘿，月娇，你这个狐狸精，就是你把我师弟迷住了。你不仅是一代魔君，你也不是个好东西。嘿，这是我师门的事情，
让我自己来解决。薛师兄，人各有志。放屁！你忘了师父是给谁杀死的吗？师母忧愁二病是为了什么？师妹每天过的什么日子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你知道？哼！你知道什么？你只知道认贼作父。告辞。新的人，我想做天下第一高手，我是想学到你父亲的几手绝招。原来你是为了这个才喜欢我。开头我是这样想，现在我是真的喜欢你。你说的是真话？你要是不相信，你可以告诉你父亲，我不在乎。知道了会杀你的。为你而死，我心甘情愿。你要是骗我的话，可别怪我心狠。我怎么会骗你呢？师妹，不要再想他了。兽心的叛徒，他的心也太狠。哼，有了心人忘救人，忘了杀师傅的仇人，反而认贼作父，他连狗都不如。不要再说了。师妹，忘了他吧。
你听我说吧。不，别走。师妹，你听我说吧。不要听，不要听，我不要听。你听我解释嘛。你这个叛徒！美中。了解我，难道你还不了解我？我只要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你就可以了解我的苦衷。八面魔君不但是杀我师父的仇人，而且是杀我父母的仇人，这种血海深仇怎么能不报？我永远忘不了我父亲被杀的情形。去下来讨老贼的欢心。你不是要和他女儿订婚的吗？是的，老贼告诉我，只要一订婚，他就把所有几手绝招传授给我。我只要能够破他几手绝招，我就能够打胜他。美珠，你明白吗？只有你知道，我知道，千万不能对任何人说起。我知道。师父，我犯了什么罪呢？抓起来！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偏来，哼！算我瞎了眼，差点上了你的当。原来你就是徐光元的徒弟。既然你全知道，要杀要斩随便。没有那么容易，我要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，让你知道我的厉害。带走。Thank you.
把他送到水牢里去。哎，走，哎，来，来，来，家里子啊，累了一天了，咱们去喝一杯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不怕他跑了吗？跑啊，不死就算个好了。少假仁假义的，我现在算是认清你了，你真不愧是魔君之女。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我看见你们两个亲热的样子，我受不了，受不了。我没想到，我不会求饶的，这点骨气我还有，我只希望你早点把我杀掉了。不要说了，快逃吧。啊。
住手！好了，好了。又在想着小白脸，其实啊，他哪比得上咱们大师兄啊？哎，大师兄脸是黑的，可是功夫不错啊。滚开，少来惹我！哎，别走啊，我们是来告诉你好消息。我不要听。哎，真的，师妹，我们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。如果你不要听就算了。哎，咱们走吧，走。是什么好消息？狗嘴里还能长出象牙？当然是有关咱们干师弟的消息了。你快说，他怎么样？啊，他呀，屁眼朝天，嗝屁着凉了哦。师妹，你何必忘我的脾气呢？他到底在哪儿？他呀。他掉在山沟底下去了，你们把他给杀了。好，师父之命嘛，没办法。他在什么地方？那就在前面的山沟里嘛。师妹，师妹，你就让他去吧，那么高掉下去，还不早就完蛋了吗？好，走。
起大师兄继承掌门人。哎，哪里呀、啊、我一定不辜负各位的期望，我们要使魔君派万事长存。对对，我们一定拥护大师兄。甘振已经死了，你还想他干什么？嗯，师父，你到山上快一年了，你的武功大有进步，请师父指点。你一心想复仇，我早就看出来了。八面魔君独霸武林也闹得太不像话了。我是一个遇事无争的居士，我不愿意再出道了，所以你决心去复仇，我不会阻拦你。师父，你准我下山了。凡事要有忍耐，操之过急必遭失败，十丈高松非一日所成，需要忍受得了无数次的冰霜寒雪，要经得起狂风暴雨，才能挺立不摇。习武是为了替天行道，而不是专为了报私仇，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是。好，我现在赠给你一把宝剑，此剑乃稀世之宝，名为白刃剑。白刃剑，见血，你要慎重。我再告诉你，魔君阴险毒辣，你要特别提防他的暗器。回头我再把这白刃剑的用法传授给你。谢师父。Thank you.
师父送别。振哥，祝你一路顺风。秦松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失礼。这是给你的考验。八面魔君有一种毒招，就是这种手法，你要特别提防。谢师父。好，你去吧，小心点。是，师父。告辞了，请。青松。哦。你去告诉你师姐，叫她暗中相助她。是。吃什么的？两壶龙井。谁告诉你老子有喝龙井的？哼！二哥，你听见我说了没有？给我大嘴巴！我叫你停，你就停。这打呀你！怎么回事？这位女侠，失敬失敬。二哥，刚才他在找包子，他身上不是现成的有两个吗？谁敢笑老子宰了他？二位，感情是八面魔君的高徒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那副长相，那副德行，就非善类。这小妞的口气倒不小。请问你是什么来路？随便你猜吧。总不会是窑子里出来的吧？我宰了你住手。是不是你喊住手的？哼，我看你这早死。
你还活着。嗯。诸君无话，我不杀你们，回去告诉八面魔君，说我要找他算账。快走。这大爷，你闯祸了，你把魔君的人打了，快点走吧。砸坏的东西算我的。东西砸坏了不要紧，你的性命要紧啊，他们会找你算账的。不是他们找我算账，而是我找他们算账。啊，小杨，怎么样？干政来了，快点进去报告。哦，师弟，干政，干政啊，师弟，两位师兄好。我们误会你了，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，我们都是为了报仇。对，对。Thank you.
小子早就乱箭穿心了，用不着咱们来动手。走吧。你们去看看。算了，不会来了，他就是来了也不是你我师兄弟的对手了。当然了，更不是你掌门人的对手。哎，走啊。魔君，哼，你说的跟唱的一样。
说九环到了刀法。